那我呢？可以被回收吗？ 这放大一点好了，这样比较舒服。那就确定喽。好，总经理，您觉得呢？随便，都可以。小姐，这边再帮我看一下。喂，胖。嗯，等会儿我过去你那里。哎呦，你就别问了，什么事情？啊，拜。 我约好朋友谈事情，我先走了。那你中午回公司吃饭吗？不回去。哎，还有，总经理很忙吧？对啊，结婚要准备很多的事。他还不错了，有来陪您看婚纱，有的新娘啊都是几个人来的。是吗？嗯。何小姐，这件礼服穿在你身上真美。 我再帮你挑一件宴客的礼服吧。好，谢谢。你是我老婆啊，啊？难道碰都不能碰了？青儿，嗯，你妈叫胡彩春啊？对啊。是，你爸姓赵哎。哦，我没有跟你说过我跟我妈妈姓。小雨，爸对不起。 说你是赵宇哥的爸，你不要回头，你一回头我们就谁都走不了了。有时候也不确定，究竟什么是爱，把自己交出来，我能不能面对？ 始终相信你还在，不管何处徘徊，你一定明白，我不曾离开。
相信。